各位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纳智捷品牌企划部经理林景星。那今天很高兴跟各位介绍 Luxgen 最新的产品 VG Turbo Eco Hyper。那这台 VG Turbo Eco Hyper 是纳智捷为了回应台湾目前慢慢走向老龄化社会的一个产品。那各位知道，在老龄化之后，年长者在行的方面，可能会有更多不一样的需求。那也包括一些行动不便者、乘坐轮椅者，在一般大众运输工具上确实不是那么的方便。虽然有捷运、低地板公车，但毕竟这个普及度不是这么的高。而因此，纳智捷特别从原来的 M7 Turbo Eco Hyper 衍生出了这个高顶的 V7 Turbo Eco Hyper， 来提供轮椅使用者一个更方便、更安全、更舒适的一个移动的方式。各位看到这个 VG Turbo Eco Hyper 的车顶呢，我们采用一个canopy 的概念，就类似有点像休旅车上面的这个行李箱的一个概念，让它看起来不会因为高顶而显得笨重，反而还有一些休旅的感觉，而且看起来更加的流线。对于载运轮椅机构的部分呢，我们是采用下翻式的保险杆，以及搭配的斜坡板以及电动牵引机构。我想这应该是国内唯一采用电动牵引机构的载运轮椅的车辆。那斜坡板跟电动牵引机构最大的好处就是让轮椅可以很方便的上下，照顾者可以非常轻易的把轮椅给推上这个车辆。那进到车辆之后，其实我们在车内的座椅配置也有一些贴心的设计。那以往传统的福祉车可能就是把轮椅放在第三排的一个位置，单独坐在那边。但是我们也考量到轮椅乘客在这个地方可能显得比较的孤单，那要照顾他的人可能也比较不方便去照顾。因此我们就设计了几种不同的乘坐模式。那我们这台车其实以 M7 Turbo 这样的一台豪华休旅车的基础来做开发，目前的福祉车大概都是以商用车为基础做开发的，所以我们希望这个车能够深入到一般民众的家庭，不只是一些特殊的用途。我们这次有提供两种不同的车型，那基本上载运轮椅的部分的设备是完全一致的，都有斜坡板、电动牵引机构跟多种的这个承载的空间。那主要在配备上有一些差异。那目前有两个价钱是104.9万跟116.9万。那目前的政府有提供福祉车零货物税这样的一个优惠，刚才提到104.9万跟116.9万就已经是无货物税的一个价钱。好，那纳智捷也为了配合 VG Turbo Eco Hyper 的上市，目前全省有12个 Care Plus 的无障碍生活馆，提供了无障碍的停车位、斜坡道、无障碍的洗手间等等的无障碍设施。那也欢迎各位朋友可以到这12个生活馆来欣赏我们的 VG Turbo Eco Hyper。